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单熊场。还记得我之前呢发一支影片，谢谢。还记得呢我之前有发一支影片啊，就是关于我车子被刮的一个事情，那收到了非常多人的关心，然后还有解决方案哦。不管在 FB、IG 或是 YouTube 上面的留言，非常多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以及之后要怎么防范这类事情发生哦。我非常感谢你们啊，当然也是有少部分人在那怕打烊的哦。说什么车子只是一点刮痕而已，这边大惊小怪啦、你们是不是没搞清楚重点？来，我举个例好了，假如你走在路上，突然被人家用石头丢了一下，你会说哦，只是小伤口而已，没事啦。你会这样子吗？重点从来都不是伤口好吗？重点是那个伤口是别人用的，并不是自己用的。OK， 不过大多数的台湾人真的很棒，我感动到真的哦。好多人打了我几千几百个字的告诉我啊，应该要怎么样啊，要去哪一间修啊，超感动的。但是今天呢，因为在多方考量之后，还是决定先回原厂去估价一下。毕竟我这台车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保固之内哦。如果保固内去别间维修厂做的话，怕会有后续的问题啦，因为保固这种东西就是比较麻烦一点。所以我现在呢就要杀去速霸路的直营店啊，去给他们估价这扇门到底要多少钱才能修复到完好如初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呢，马上出发吧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速霸路的直营店了。接下来我就要去问他们，估价的问题了。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问，应该就直接走进去跟他说我的车被刮伤了，我想要估价，就这样子而已吧。里面应该是不可以录影的，所以我就进去问完之后呢，再出来跟你们讲一下，好不好 ？OK。我想要就是估价，因为我的门有被人家割到，对，刮到。哎，对。你要估价还是要自己估？没有，我只是要先估价而已。那你先放这边就好了。车放这边就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我的车已经估价完了，等一下就会开出来了。好的，各位，估价金额已经出来了啊、哦。究竟这样的伤痕要花多少钱？开队也没奖品。我等一下停稿的地方跟你们讲解一下。我之前不是说网络上这样子查价下来呢，大概要7000块嘛？正确金额是6500。哦，其实他有跟我讲到一点呢、就是说他不单单是烤漆这么简单而已，他的钣金呢是有凹陷进去的，真正贵是贵在这个凹进去的部分，这个价格就是包含复原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啦。那其实跟我预料差不多，所以我也没有太惊讶。那现在呢，就是看我决定要不要修哦，因为修的话呢，车子居然要放4天，代表这4天我就没办法拍拍照了哦，这是蛮严重的一点。好啦，就是这样子啊，给你们当做一个参考哦。那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啦，就是伤痕呢累积多一点哦，再重新把它一次换新，哦会比较超值一点哦 ，CP 值比较高。其实这一点我呢也是感同身受的哦，我也是觉得只要不影响性能，其实也都还无所谓。不过你知道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买车，这个车是真的用自己的钱哦，辛苦打拼买来的，多少都会觉得说，我不应该让我的车、有一点伤痕在哦，这是算是我第二个老婆吗？是吧？还是想要把它恢复成原本的状态啊？其实一切的伤心的点，就是说这个伤痕不是自己弄的。好，总之今天的影片呢，主要是告诉你们，如果一个钣金哦，一个车门。去被人家 A 到，造成那样的伤痕，大概要多少钱？就是6500，给你们一个底。那我们就老样子，影片破千赞，明天就有新影片，那就跟了 ，See you。